忧郁症被称为21世纪的非死病，不但许多医生束手无策，病人出院后自杀的可能性也很高。究竟忧郁症该如何治疗才能痊愈呢？日本精神科医师宫岛贤也花了7年的时间，终于整理出对抗忧郁症的20个生活习惯，照着做，不吃药也会好，不吃药摆脱忧郁症的20个习惯。赞译作者宫岛贤也，被称为不开药的精神科医师。他曾被诊断出罹患忧郁症，7年间不间断投药，却丝毫不见起色。于是他开始大量阅读心灵启发书籍，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，终于战胜忧郁症。宫岛贤也认为，罹患忧郁症的主因是许多人不满自己现有的生活，过于痛苦疲倦，导致身心负担超过负荷，而产生精神上的病变。如果要治愈，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思考方式。以下是几个改变思考的习惯，只要能够做到一到两项，就能多增加一点正面能量。一、重视亲子关系。根据调查，引起忧郁症最大的主因就是亲子关系的不协调，一旦与至亲发生争执反目，很难再找到心灵慰藉，会让人一时失去依靠。平时就该多与父母沟通，养成好的亲子习惯，就能降低忧郁症发生率。二、不擅自评断周围的人，与其改变别人，不如改变自己比较容易，不需花时间去评断他人的行为，只要做到自己认同的事情，时时提醒自己我这样很快乐，问心无愧即可。三、试着传染微笑，一旦自己笑了，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也跟着笑了，串起幸福的连锁效应。四、每天花20%精力吃好饭，80%练习正面思考，吃天然的食物，加工食品、便利商店、便奶都不碰，想象自己是个猴子一样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纯天然食材。但在饮食方面也不用太过专注，保持20%的精力好好吃，剩下80%练习正面思考。五、相信自己的价值观。有些人会得忧郁症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的价值观被否定，又找不到愿意附和的人，才觉得自己很孤单。其实人生也才一次，自己的价值观不需要他人来评断。六、忽略负面言语。负面言语对忧郁症患者来说就是一把把刺向心的刀，因此如果听到了这样的言语，尽可能听过就忘记，无需在意。如果没办法做到，就努力远离尖酸刻薄的人，降低伤害。七、多对自己说鼓励的话。忽然想起了不好的回忆、问题，记得多说谢谢、对不起、放下吧、我爱自己，让自己跳脱罪感与自我责难，改变自己思考的方式，试着用正面的开心、快乐、很棒来形容每一件事。虽然刚开始不难做到，但形成一种习惯后，就能改善负面情绪。八、坦然面对，接受现在的一切，放下紧抓不放的执着。